我对清华图书馆已可以说是垂涎已久了，如果可以的话甚至都想住在图书馆里面。我最期待的是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，我听说那儿最近有一个书画展，我特别特别想去看一看。我觉得我最期待的可能是有一段非常轻松愉快的大学宿舍时光。最期待的是清华的风景，我希望能够把清华园逛遍，然后在美丽的地方打卡。清华的社会实践活动，听说清华有很多食堂，我想吃遍所有的食堂。是新生篮球赛和马约翰杯的篮球赛，因为看 CUBA 我们清华男子篮球夺冠了，然后我虽然球技不高，但也希望在清华能够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切磋球技，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。